我是你最爱，无承诺，千言万语，好辛苦爱你有缘无分，不怨我也不怪你，只因为你我太年轻。人生本是一架天平，成天成地难测人心。别怪我不辞而别，背影已凝固了视线，无结局海誓山盟，真相爱让我热情耗尽。不怨你也不怪我，只因为你我太认真，情到深处却又无奈，激情过后才是平静。欲望它是黑还是白，欲望它是好还是坏，轰轰烈烈爱恨无悔，平平淡淡也有一番真情。欲望它是黑还是白，欲望它是好还是坏，朦朦胧胧陶醉痛苦，潇潇洒洒期待浪漫世界。深处却又无奈，激情过后才是平静。欲望它是黑还是白，欲望它是好还是坏，轰轰烈烈爱恨无悔，平平淡淡也有一番真情。欲望它是黑还是白，欲望它是好还是坏，朦朦胧胧陶醉痛苦，潇潇洒洒期待浪漫世界，朦朦胧胧陶醉痛苦，潇潇洒洒期待浪漫世界。董事长，你可能要另外找个秘书了。是啊，我不是早就让你去找了吗？你该接手德兴公司那边的事儿了。那我走了。啊，一定要坐我车回去啊，病不好不许回来上班。董事长，我走了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你，可我又实在无颜面对你。我知道这是背叛，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也知道这样做对你意味着什么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作为女人，我更理解也更同情你的妻子，我认为她的要求是合理的，而且不会对公司造成伤害，真正受伤害的只是你的自尊心，还有对我的信任。
用完了。怎么，他都已经告诉你了？他已经辞职了。我就是不想连累他，可惜啊，我已经来晚了。这么说你是想把这资料偷偷拿来还给他？是的，尽管这份证据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可是我还是不想把他扯进来。可你知道，你没有这份资料的话，这场官司你是打不赢的。我知道，我的律师已经告诉我了。可是我宁愿输了这场官司，也不愿意输了我的人品，否则我和你还有什么区别呢？好啊，你不是就是想进董事会吗？可以，我成全你。我倒想看看你这位副董事长究竟能有多大的本事。电脑系统销售的情况很不理想，由于谈判拖延了时间，市场上出现了欧洲产品，他们与汽车厂家联手，对我们的冲击很大。这次经销商提供的市场调查和分析，要求我们追加广告费，加大宣传力度。你有什么事？这是德兴电脑公司提交的财务报告，要我们尽快拨款。吴德华连张桌子都是我买的，他还有脸跟我要钱？是工程款，根据合同，我们和利安集团各承担50%。夏宗林给钱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……没什么但是，让他去找夏宗林要钱。总裁有个叫王振先生要见你。问他有什么事？说我现在没空。就这么定了，你们告诉吴德华，让他去找夏宗林，他要给的话我才给，要不大家都一起违约。好的，这件事请您尽快决定，车用电脑是我们的主产品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没事，你们下去吧。是总裁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不关秘书的事儿，我说我是你弟弟。说，为什么不肯见我？没看见我正在忙呢。我说的不是今天，咱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？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是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有老婆有家，咱们天天见面这算什么？我们俩是朋友吗？我也用过借口骗过我自己，没用，我这把年纪了还当第三者，太老了。什么第三者？第二者。咱们俩在一块儿多清白啊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也不想再听了。你说过你跟我在一块儿很快乐的。是啊，所以我才送你车子，谢谢你帮我度过难熬的日子，也谢谢你给我快乐，现在咱们两清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我本想带你到海边去兜风的。我这个年纪了还做这种玩意儿，你带你老婆去吧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不想两清，我宁愿你欠我的情。我自己很烦呢。我知道，女儿不听话，生意上又不顺利，晚上回家还得一个人面对着一大套空荡荡的房子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带我去兜风啊。你的学生收入比较低，回去要加强营养，
多吃些补血补钙的食物。血色素低会不会影响孩子？当然会。你想当妈妈，我想一定希望生个很健康的孩子，所以怀孕期间一定要加强营养。那会不会发胖啊？我最讨厌发胖了。过一月你再来检查，我给你算一下，你的预产期是10月20号，还有8个月。真倒霉。怎么，你不想要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大家心情怎么样？再过8个月我就要当妈妈了。还要变成个大胖子。哎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呢？这时候应该小心身体啊。是太快了，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。你本来就是个孩子，还是个任性的孩子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不舒服。对。干嘛？昨天兜风还不高兴啊？今天还把我拉到这儿来。兜风啊，只能让你高兴一会儿。现在要说的事儿能让你高兴一辈子。吹牛。我带你去看看。看见网球场旁边那块空地了吗？俱乐部啊决定在那儿盖一个综合的体育馆，设施全部要最好的。你不会是骗我掏钱吧？英明，要不怎么说再狡猾的狐狸他也斗不过好猎手。你别费唇舌了，我自己公司的事情都忙得焦头烂额，整天都已经烦死了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听我说呀，你不是最烦你们公司的业务了吗？烦也得要管啊，管也是瞎管，一天到晚什么电脑了什么平台的，我一听我就头疼。再说了，这公司也不是你创办的，你就干得再好也超不过你先生，不是？能维持现状就行。可这件事不一样，它是平地起高楼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儿。要多少钱？你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全掏的，最多100万，还可以分期支付。100万倒是不多，那我有什么好处？哎呦，我的姐姐啊，没有好处的事儿我能找你吗？这一次是社会集资办体育，也算是公益事业。哎，上边已经同意了，谁是最大的股东，谁就享有这个体育馆的命名权，丽华体育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我也该为自己做点事儿。这就对了。我以为是小偷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不对呀，这还不到5点，你怎么就下班了？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拿走吧。我没说要出门啊，收拾东西干嘛？是我要把你扫地出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里边还有两个纸箱子，自己拿。你干嘛呀？干嘛？听好了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你怎么还为郝丽华吃醋？哎，你就是不用你这脑子想想，你也得照照镜子。来来来，你来看，看，看。哎，我能舍了你去找他？松手！看好！哎，你松手！哎呦，你松手！你来，王军，你干什么你？放手！你松开！你放手！好，我听你的，松手。来，瞧瞧，啊，郎才女貌，多么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照够了吧？瞅我这媳妇儿，多漂亮！来，亲一个。你敢打我？我早就想打你了。
每次你气我，我都靠数数来控制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处处比你强，不要跟你一般见识。现在不必了，我终于辞职了，我终于有一样不如你了，我终于可以大声地指着你的鼻子跟你说，滚，滚出我的家。辞职？哎，你终于跟夏竹林闹翻了，是他烦你了，还是你烦他了？电站只能用一次，这点常识都没有，还研究生呢？畜生！好，好，好，这样好，咱们谁也够不着谁。肯定是他把你给辞了，要不然你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火，又收拾东西又打人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委屈跟我说嘛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不帮你谁帮你？说，他怎么欺负你？我去叫他。反正咱也不在那儿干了，我早憋着抽他呢。你走不走？好好的怎么又闹上了？你不走我走。你走？你去哪儿？哎，哎，你别真走啊！你别真走啊！反正咱俩得走一个。王军，你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绝不跟你在一个房间里待。我到俱乐部住两天，你消消气儿。那我可真走了。想军事美还是造极美，怎么不上火？老赵爷们才吃得欢。今天预防上火引起的口腔问题，我们有了含野菊花、金银花成分的新中华，中国人的中华中草药牙膏。喂，找谁呀？玲玲啊，你在哪儿？真的？妈。嗯。哼，你这是熬药还是熬汤啊？傻小子，这叫药补，又补气又补血，最适合佳佳现在喝了。我要当奶奶了。瞧你乐的。连嘴都合不拢了，你真像做梦一样，说有就有了。我本以为啊，他不想要孩子，现在的姑娘都爱美，可我等不起呀。再拖几年，你就是生下来我也没精力带了。这回啊，我可有事儿干了。
贾家从医院回来，心情一直不好呢。怎么了？不是一切都正常吗？跟孩子没关系。我猜他又改变主意了。你不是说他想要孩子吗？心思啊，一会儿一变了，我哪说得准呢？哎，娶这样的媳妇儿，我看我日子难过了吧。他要是实在不想生啊，咱们也别勉强人家，毕竟人家还年轻嘛。哎。 本以为再过8个月，我就能当奶奶了。妈，好了，别这样了，我再劝劝她啊，我再劝劝她。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喝个补药，妈熬了一个下午。来，喝一点。嗯。 什么呀，那么难喝？难喝也得喝，就当它是药啊。对，来，再喝一点来。你帮我喝吧，我一闻上去全是恶心。哼，孩子要在我肚子里啊，我就帮你喝。来，再喝一点吧，对身体好。来了，来，那我喂他，来。 佳佳，乖乖来，来趁热喝，一捏鼻子就灌下去了。喝完了汤再吃肉，就全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去开门，我来收拾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不是我说你，不喝就不喝，干嘛这样呢？弄得乱糟糟的。哎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什么遗产啊，股份啊，我都不要了。 我不想受这份罪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行，我明天啊，带你去做人流。会疼吗？当然会疼了。真的？那怎么办嘛？我最怕疼了，都是你。 我听说佳佳怀孕了，我来看她。妈，他们欺负我。请喝茶。谢谢。肯定是姐打电话给你的。嗯，都怪我。光忙着照顾佳佳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应该让立伟给你打个电话。曹大夫，他们两个人的事啊，我的态度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也能理解。现在婚也结了，孩子也怀上了。哎呀，什么怀上孩子啊？难听死了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啊！ 他居然还是个孩子，就想当妈了。你，曹大夫，我想接佳佳回去住几天。不管这个孩子生不生，他都得好好休息，补补身子。这个孩子啊，他就是嘴刁，从小就习惯吃我做的饭。也好，佳佳出来有段日子了，也该去娘家看看了。立威。 帮着佳佳收拾一下。好的。我已经收拾完了，换一下衣服，我们就可以走。总算是又回家了。妈，别炒什么菜了，煮碗面条就行。面条有什么营养的？ 我9点就给你吃，你现在是一人吃2人补呢。是，我现在特别容易饿，老想往嘴里塞东西吃。没错，妈妈怀你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。真的？那我现在怀的也是女孩哦。女孩好啊，人家说女孩是妈的贴心小棉袄。嗯，我可没感觉到啊，我就知道生女儿能把妈气死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接回来？废话。
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妈能跟你一般见识吗？嗯，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不再惹你生气啊。佳佳，妈要问你，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开始的时候想要，但是今天医生告诉我预产期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要当妈妈了，心里就觉得特别乱，我好害怕啊。现在年纪那么轻，要当妈确实还太早了。你跟他商量过没有？要真不想要的话，哎呀，不行的，我怕疼。傻孩子，生孩子的时候更疼啊。那你生我的时候疼吗？身体上的疼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重要的是心里，妈是疼在心里。怎么，当初的时候你也不想要我？妈怎么会不想要你呢？你是妈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来，喝点粥，我放个红枣补血的。来，佳佳。哎，妈，我来盛。叫的真甜啊，再叫一声。这样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立伟啊，你就别再叫了，我听你叫妈实在真别扭。幸亏你们俩差不多大，要是我再糊涂点儿，找个岁数比你还要大的，那听着不是更别扭？我真拿你没办法哎。说你小嘛，你看你讲出来的话能把人活活给气死；说你大吧，你自己照照镜子，你像个要当妈的人吗？哎，没办法，我这张娃娃脸，我活到100岁，也只能是个小老太婆。立伟啊，回去跟你妈说一下，孩子的事情先别急着定。再说现在孩子也才2个月，还有时间考虑嘛。不过，这个孩子还是你们两个人的，最终的主意还是要由你们来定。我知道，我跟我妈都尊重佳佳的意见。我让你们闹的已经没有意见了。妈，您的意思呢？我，谁不希望家里人热热闹闹的？一个人在家连吃饭的兴趣都没有，要不是你们来啊，我还真不知道吃什么呢。为什么不请个保姆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就他那个脾气，什么样的保姆都用不长。是啊，我也不希望有陌生人在我身边绕来绕去的。过去佳佳还在的时候啊，她一个人就能把这屋子啊折腾得翻天覆地的。现在，唉，连玲玲也不回来了，我一个人那么大的房子，我要在这还干嘛呢？哎呀，撑死我了！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啊！哎呀，再这样吃下去，我的身材全都毁了。没关系，你还年轻，等你生完以后啊，身材恢复的也快。怎么，你也想让我把孩子生下来？佳佳，要是为妈呢，妈当然希望你生下来，这样我也有个外孙可以抱。可是为你，妈不想让你生。为什么？安慧请客那天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长不了的，你才20出头，不能让孩子来拴住你。妈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又说废话。那我再问一句，我回来你高兴吗？这还用问？你说呢？这次你玩过头了吧？从医院回来以后，心里
一直觉得慌慌乱，老想找个人说话，想来想去，最想见的就是你。你跟佳佳再坐一会儿，我跟你妈妈进去啊。 医院妇产科的，你也认识啊？都在一个医院工作嘛，互相帮帮忙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跟他们主任说好了，给佳佳找个最好的大夫。是这样的，关于孩子的事，我想跟您解释一下。哎，不用解释了，立伟都跟我说了，我尊重他们的意见。佳佳毕竟还小，可是立伟不年轻啊。 我自己也觉得，这件事情实在对不起你们。毕竟这个孩子也是你们顾家的。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只要他们小两口好好过下去，孩子迟早会有的。但愿如此。咱们进去吧。嗯。 进去看看。算了，他晚出来会儿，我就晚受会儿罪。我不要咱们的孩子，你会恨我吗？这孩子本来就是计划外的产物。 是你自个要拿孩子大做文章，记得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没有这个孩子的话，我们也维持不到今天。我们维持到今天的不仅仅是因为孩子，还有我继父的遗产。现在孩子跟遗产都没了，你也回家了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？ 小巫婆，其实你是个天使，还魔鬼的混合体，能让我开心，也能让我痛苦。让我痛苦的要命。我妈说，温柔的时候像水，冷酷的时候像冰。你这个时候就像水，最希望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 要我哭死了！这是孩子闹的。我带佳佳进去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，很快的。妈，我好怕。别怕，别怕，你婆婆会照顾你的。去吧。对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来，走吧。没事，去吧。 真好。是啊，一听说佳佳不要孩子，她一个晚上都没睡呢。平时。
不会很想要这个孩子？那你就不应该还想着安贵。你知不知道佳佳告诉我，你们一再拖延婚期，是因为你们私底下还见面，所以他才闹事。我跟安贵的过去你也很清楚，他出事我有责任，我觉得很内疚，我只是想当面跟他解释。我跟佳佳解释过了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你想想看，我都已经伤透安慧的心了，就算我想怎么样，他会答应吗？你也伤了我女儿的心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了要跟你结婚，他甚至跟我这个亲生母亲翻脸了、啊。你想想看，他小你20岁，你这么做对吗？你还有资格当他的丈夫？你还有资格当父亲吗？佳佳呢？啊，佳佳呢？已经进去了。你为什么不拦住他呢？一定是你让他这么做的。你想让他离婚，所以叫他连孩子也不留。你这样做太狠了，你。爸，爸，有话好好说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是我们的孩子，他怀的是我的外孙呢？你太过分了。还有你，他就算有1万个错，他也是你老婆。他怀的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劝劝他呢？我劝过他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劝过你，这个死佳佳，我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一定等着我，他就是不听。他进去多久了？恐怕已经开始了吧。开始了。哎呀！爸，你不能进去。不能进去，好，那你进去，你跟大夫说呢，佳佳不做了。我去，白子，不行，你不是在忙着搞对象吗？这时候才想起女儿，太晚了吧？少啰嗦，要不是你拦住我，我会不关心她，她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？哎，吵什么吵？这是医院，要吵出去吵。给我闭嘴！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神经病！你别这样，别蒙着，你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。我玲玲，你别进去。你好威风啊！佳佳要把孩子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会没关系啊？他小的时候我抱过他，我现在只想抱抱他的孩子，这样也不行吗？啊！好了，你别说的那么可怜了，总有一天会让你抱上去。对，再等8个月。佳佳，你怎么那么快出来呢？刚才我躺在手术床上，突然间觉得孩子在动，医生告诉我说是幻觉，可是我自己真的有感觉，不能杀了自己的孩子。哎，宝贝妮儿，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，其实你可以留下来，只要把客房的床搬到佳佳的房间就行了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是两头跑吧，反正我有车嘛。而且我妈心脏不好，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也不放心。你挺孝顺的。啊，这恐怕是我唯一的优点了吧？啊。其实心平气和的想一想，我觉得我以前对你也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其实你还是蛮重感情，蛮有骨气的。你是合同，我是支票啊！这件事情是我太过分了。不，你也是为了你女儿好嘛。既然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佳佳她愿意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希望你们俩……你放心，只要佳佳愿意的话，我会照顾她一辈子。是照顾他们两两一辈子哦。真想不到，一个孩子能够改变这么多的东西。是啊，孩子不但能唤起母爱，同时也能够重新确立咱们的关系。你现在不但是佳佳的丈夫，也是我外孙的父亲。我很荣幸。我有个建议，不晓得你感不感兴趣。我知道你跟吴德华的关系很好。没错，我们合作过。
德兴公司还是你留给他的？不能这么说，我留给他的只是个空壳子。丽华电子虽然在德兴公司只有30%的股份，但是全部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出的。想一想还真是个冤大头。这事啊我听说过了，所以我不想再为别人做嫁衣裳。但是你们有合同啊。哦，当然了，这合同本身就是个错误。我要你来纠正这个错误，没有任何人比你更熟悉这个工程。没错，我以前在临安集团就是负责这个项目。你既然了解夏宗林，你也了解吴德华，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你更合适。我要你出任丽华电子的副总经理，你专门来负责这件事情，把我们该得的利益夺回来。我们？嗯，丽华电子是家族企业，当然有你一份了。这么信任我？生意人的字典里是不应该有信任两个字，不过也只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有真正的合作。多谢提醒，这句话我会牢牢记住。好，那我们成交了。行，为了咱们的后代我会尽力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快了，打电话催过了，都出来了。再过5分钟，如果人还没到齐，取消会议。哟，吴老板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啊！我不喜欢开玩笑。连我都不行吗？这写的什么文件？错字连篇，狗屁不通。这么一个简单的提案，居然错了12个字，而且根本就没有讲清楚要点。我说过我写不了，是你非让我写的。我不找你，我找谁啊？这个公司除了你之外，全是那两家派来的，有一个我能信得过的吗？我要给你找秘书，是你不要的。倒怨我了是不是？这么重要的文件，我能随便从大街上找个秘书来给我起草吗？冲我喊什么？你自己水平高，你为什么不写呀？我都干了，你干什么？那好，我走。别走来吓唬人，我最烦这个。不止这个吧？我只有高中毕业，不懂英文，不懂电脑，比那个王海燕差远了。白灵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这么跟我说话，你就是不走，我也会开除你。